转转转转到什么吃什么，我们现在开始选，把它拿下来，趣味粑粑糖，我们来把它打开，它还是可以亮的哟，看看它能不能亮。嗯，亮了，它是带闪光灯的。我们来把它打开，先把舌头拿掉。糖果都在这里面。这个就是那个闪光球，拼接玩具。这是两颗绕绕糖棍，把这里面打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嗯，里面是蜂蜜，好浓的蜂蜜味儿。我们先把这个舌头打开，这样的糖果，把它吃掉。这个是做绕绕糖的。再来一点儿。